真的哈、哦。有。好。嗨，我现在在木栅动物园。一只，它在潜在雪里耶。哎，弟弟，往那边拍。它很常在化粪池里面游泳耶。好恶哦，化粪池。它到底有什么？但这里的环境蛮干净的，它也不会跑出来。狗一下，狗掉下去。我知道。环绕一下。有拍到吗？有。你要介绍，你看它每只都有号码，你看。有吗？我看一下。你等一下太长，影片没办法上传啊。可以可以。可以啊。只是上传时间比较长。我每只都有编号哎。对啊，每只都有。你要叙述一下。它的脖子非常的乱。我也不知道讲什么。它脖子可以当那个东山丫头。应该拍了。脖子好软哦、喔。太长了，你等一下没办法上传了、啊。可以可以，只要不是用 message 传的都可以。哦，要继续了。好了，好，等一下会模仿下一只动物，不是，好像还没开始模仿，要结束。